新版。是我妹妹林黛玉的钱，没错，是我妹妹。你知道大观园一天该赚有多少吗？就那么一丁点的俸禄银子，能养活得起你？呸！老板，这位凤姑娘啊，年纪虽小，行事儿却比世人都大呢。少说有一万个心眼子，十个会说话的男人也说她不过。只是带下人远些个。带出去打二十板子。你若告诉我，从此我疼你了。你若不细说，我立刻拿刀割你的嘴。我什么时候叫你，什么时候来。只有你试试，你有罪的丫头没人要了，偷吃之王贾家颂，他现在是二房奶奶了，你爷心坎上的人，他是什么东西也来要我的抢。我是从来不信什么是阴司地狱报应，凭什么是？我要说行就行，